之前就有狗仔拍到过王鸥和德云社演员何九华在一起的照片，当时很多人都不太相信，因为不管怎么看，这两个人站在一起就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一样，怎么会在一起了呢？但是这还真的是事实，当时被拍到之后，王鸥和何九华就没有辟谣过，并且后来还传出王鸥去自己妹妹的婚礼上就是带着何九华一起去的，就连去见家人都是带着去的，可不就是真的在一起了。而这个时候大家发现人家两个人也没有藏着掖着，手机壳用的都是同款，感觉虽然两个人并没有公开说在一起，但是连手机壳用的都是情侣款，几乎也算是公开了吧，不公开却胜似公开。这个时候想想，王鸥之前好像说过自己很喜欢相声来着，而他喜欢相声的结果就是真的和一个相声演员走到了一起，不由开始好奇，如果王鸥喜欢的是小品，不会现在在一起的就是小品演员了。